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月。本期游戏视频《逃离塔科夫》霰弹枪篇，点赞过3000，火速更新下一期整活篇。那么霰弹枪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就只有之前这期视频改的霰弹枪比较有意思。直到后来我改出这一把枪过后，我才知道我一直都觉得错了。这把590A1霰弹枪原本是长这样的，后来我瞎改装过后发现这枪还能改成这样，一个字。装备了一个高倍镜，高倍镜的基座上还装了一个紧凑式的小瞄具，其他的改装就没什么特点，主要的就是这个战术设备，整整硬装了6个。这一门也一打开，躲在暗处，射在敌人身上，敌人要是看见了，直接给队友报告对面有一个班的人。那我们进入游戏试试，还是挺帅的，说实话，看着就很霸气。激光全部打开，然后开镜，你告诉我这瞄了个什么？这很明显就瞄了个寂寞嘛，开两枪试试。小瞄具看着还算正常，切换四呗。这尼玛还狙个锤子，瞄准镜里面全是红色激光。好的，遇到一个 scarf， 正好拉来试试手。哎，意外的不错呀。切换成四倍后，准心之泪全是头。这里准备从快捷通道去新加油站，但是开门的时候发现钥匙带错了。不过没事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从这个白色后备箱上可以跳到简易厕所，然后再跳下来。又是一个 scarf， 友好交流一波。Ай, господи, как же достал уже это все. Да вот, вот он! 差点翻车了。好的，那么霰弹枪篇各方面都介绍完了，也没什么好展示的了，来一波帅帅气气的单向击杀。那么本期游戏视频差不多就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